进入比赛，我是解说 AI 零二，请做好准备。蓝方这个阵容的话，尽量还是打一个前期，节奏要快一些。E Star 这阵容打团非常强势，戈亚能团前压低敌方血量。If you guys like our video, so make sure subscribe our channel to grow. And thanks for watching this video. 墨子果断出手，二技能直接控住了戈亚。这局双方的阵容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劣势啊。谁敢说风滚草们找不到自己的绿洲？从天而降。二古朵击杀源流之子坦克，滴血到手，这把稳了呀。谁敢说风滚草们找不到自己的绿洲？E Star 把经济拉开到接近700，需要继续发育才能更好的压制 ADGM， 形成碾压局势。少思远也没能走掉，墨子想追，直接交闪了。戈亚二技能。把孙尚香打残了。螺旋那些扭动的蛇，请看 ally has been slain。就凭戈亚那个 KDA 和操作，墨子三技能先手开到少司，有机会。奉命于危难之间，戈亚站了出来，强势击杀孙尚香。每一粒沙子都有它存在的价值。主宰暴君降临，绝望防御塔护盾消失，弩车出击。甄姬这把采取了一个和平发育的打法，以至于三分钟过去，都还 E Star 的胜率达到了44.8%，但是仅供参考。接下来双方还是要做好每个细节，全神贯注的投入比赛。E Star 中路劣势有点大啊，才四分半左右就被破掉了一塔，干得漂亮。戈亚这波大招还在冷却，团战很难发挥自己全部的战斗力啊。源流之子坦克被戈亚带走，甄姬果断先手三技能控住孙尚香。
5分钟左右的时间 ，E-Star 经济略微领先300多，不到一个大件的差距。是要再滚滚雪球，还是主动求战呢？看下选手们的选择。好饭不怕晚，这个点拆掉对面发育路一塔也是很不错的。注意兵线处理，就可以持续施压。E-Star 现在就是要保着戈亚，把经济雪球滚起来。戈亚起来之后，团战就很好打了。两边实力相当。6分钟左右，经济差并没有相差多少。他们逃不掉的。留神那些扭动的蛇，尽是些吃人的问题。6分半左右 ，E-Star 经济领先1000多一点，这种程度的领先不能直接决定团战胜负。具体要看双方的操作和细节处理。谁敢说风滚草们找不到自己的路？跟紧了。差不多7分钟的时间 ，E-Star 经济领先了1200，多出 EDGM 经济的6.7%。真打起来差别不算太大，主要看阵型和地形的影响。请求集合，可以让我使出全力。甄姬一技能命中源流之子坦克，直接击飞了他。甄姬收到源流之子坦克人头。他们逃不掉。7分半左右这个点，目前预估 E-Star 的胜率是59.7%。数据仅供参考哦，还是期待一下选手们接下来在场上的表现吧。8分钟左右 ，E-Star 已经取得了一些经济优势。就看团战能不能发挥出来了。从未宁静，人心永不平静。E-Star 经济比较有优势，对于团战整体影响不大，要着眼于自身发育，再接再厉。E-Star 的 buff 控制率还是比较高的，对于野区运营这方面 E-Star 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，通过控制野区资源给对面的发育带来了困扰。阿古朵一技能打飞了孙尚香，戈亚死前用二技能重创了源流之子坦克，源流之子坦克被阿古朵击杀。E-Star 经济比较有优势，对于团战整体影响不大，要着眼于自身发育，再接再厉。请求集合，他们逃不掉的。E-Star 节奏很好啊，胜率直接猛涨了一波。元素前进，别眨眼，马上来了。快10分钟的时间 ，E-Star 经济领先3000多，经济优势明显 ，EDGM 只能见机行事，猥琐发育。主宰暴君获得强化，炮车出击。
Destroy the turret. Gaia 直接越塔带走嬴政。牛啊牛啊！依照伊斯塔尔这个石头，他们离胜利的步伐越来越近了。戈亚带走墨子，孙尚香现在要赶紧回家守了，否则家就要没了。这波兵线很不错，快到高地了，正经安安稳稳的等兵线，看样子有机会一波啊。伊斯塔尔这波保一下这小兵，就有机会拆塔。现在防御塔的预警边界会根据英雄的当前位置，显示不同强弱的提示效果，可以更好地帮助大家掌握安全距离。不管是压塔还是抓人，都变得更高效了。马超这边先手二技能，空了。源流之子坦克被马超越塔击杀。牛啊牛啊！伊斯塔尔从容地击破了 EDGM 的水晶，喜提一场胜仗。